中华南洋宫戊戌年往本港进香，三月二十四号起驾。今仔日庙方依照古例举行祭天大仪式，向上天禀报，希望活动期间会当风调雨顺，顺利完成八天七夜徒步百年公休路行程。一透早，工作人员就无用准备祭天大布置，因为伫这拜六，中华南洋宫往本港进香就要起行。戊戌年中华南洋宫丁酉年往本港进香，轮到圣三妈会、新三妈会、甲老喇嘛会负责，预定伫二十四号起驾。伊则往咧三妈进香爱聊客，所以伫行程的最后，将用行行过落水溪。今仔日工作人员伊则鼓励举办祭天大仪式，向上天来禀报。啊，咱台湾第一进香团中华南洋宫本港进香，三月二十四起驾。三月三十日回銮，总共八天七夜时间。那么咱这回的特色包括第一点，咱保存上座鼓励啊，咱的王罗、王龙袍、回香、接头香、接面香等。第二点啊，咱即届呢会进行着咱三马撩客吼啊，三月二九沿岸伫咱着水客啊，相信呢有几啊万人会来参加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咱这回的路线呢啊有局部的这个啊修改，佮回到咱老四马、新四马。上座的这个啊报道啊，这个参拜甲应景到园林吼，啊，所以讲这个部分呢啊，欢迎大家共同来参加，祈求妈祖婆会当保庇咱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啊，台湾进步、中华平安。八天七夜故乡路全程用行的，要完成这段行程，信徒需要相当大的毅力才会当完成。中华南洋宫嘛邀请乡亲会当做伙来参加。体验森林对宗教文化的历程。新中华新闻，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